现在要来介绍日本人怎么走路。我们台湾人平常走路是这样。还没好。OK。日本人走路都是内八字。嗯哼。而且是脚尖就是这个，脚尖落地。脚尖哪里？脚尖这里啊，马拉松的。内八字是学游泳的。OK。内八字，但是一定要脚尖先落地。这几天在电车，我研究得很透彻，就这样，走。